风吹，媳妇儿跑，遍地不长草。看，我身后啊，就是我们祖国第四大沙漠——腾格尔沙漠。这里呀、都是死亡戈壁，在这里种出的蜜瓜呀，特别的甜，每一颗呀，果肉都是这种金黄金黄的，特别的脆，到嘴里边啊，像蜜一样。太甜了。